从开局2-0落后，再到5-2反超，手握四个赛点，大圣的南柯一梦真的要实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圣。斯诺克英锦赛的一场焦点之战，赵欣彤对阵小司机的比赛，现在已经来到了5-2。先来看一下小司机这杆，肯定是又要进攻了。这场球，两人正如小司机赛前所说，我非常期待与赵欣彤的比赛。51. 接下来看一下赵欣彤的这两杆进攻，打进这样大角度的红球进攻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谓是比比皆是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大圣。